我看过你的履历哦，很不错。谢谢。现在谈谈你自己吧。这不太方便吧？啊？怎么了？我试试看啊。嗯。啊！啊好、哦。你在干什么？谈谈我自己嘛。人家是叫你谈谈你自己，不是谈谈你自己。这么笨还要来我公司应征？这种感觉 ，I like it。职场如战场，工作难找，老板又超靠腰。嗯，我哪里靠腰啊？工作价值观测验说我是曹操，一代枭雄哎。可是这个测验说我是诸葛亮哎，那我怎么可能会在他底下工作？我还是赶快打开履历去找我的贤君吧。哦哦哦哦。